山东东岳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是中国重汽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是重汽、一汽、东风、欧曼、陕汽、徐工等几个企业集团共同在我们这里搞大维改的有限责任公司，每年的改装车大概在10000辆。我们目前三大平台：专用汽车、路桥机械和房车。我们的路桥机械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规模生产和批量向国内外市场销售，尤其是我们现在刚搞出来的高速公路清扫车、路面养护车、灌缝车、西江封城车等等，享有国家许多的专利，销售渠道顺畅，市场良好。我们目前做的主要围绕着国内的市场，前期也曾经做过非洲、东南亚和俄罗斯的市场，下一步的目标就把我们的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通过国际市场的运行，使我们的产品呢为国外的客户提供更多的有用价值。我们希望与国外的一些经销商、客户合作伙伴进行深层次的合作，尤其是前期有基础的、做过道路机械的这种合作伙伴，我们非常欢迎与他们的合作。另外呢，在一些重点的客户，我们也可以围绕着客户的需求进行区域化的改制，为我们的最终的客户让他满意，是我们的最后的宗旨。